百多，他都吃这一大碗呢。怎么办？这个小样的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爸爸，喊爸爸。吃呢，这锅里还有面条，给他捞点面条，给他拿那个捞上，还有面条呢，就是热不热不知道，不知道的差。哟，还瞅我哥哥呢，哈哈哈哈，又装痒痒呢。准备一下吧，我上热了。别动了，别动了，小小，来，给你啊。再喝面条，一点油都没有，喝的。跟长的，你看我女儿吃饭香得很，一回一碗就干完。嗯，再喝点汤。汤是咸的吗？有点咸。那面条里面有一点咸，有点汤，有点咸。嗯，有点汤。听说你自己会下床了，来下床，下床下床，你的鸟不是死了吧？着换了吧？自己下床，撕掉，自己下床，听听，冲这边，下床下床，嗯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嗯，你慢慢的，慢慢的下啊，嗯，慢慢的。自己先吹下去，还会慢点慢点，我来。要要你的那个，要要你椅子，你椅子。你这样下不去了吧？这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怎么卡这里了？你怎么冲爸爸那下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嗯，再上去，再上去。下来，下来。放，没带小蜜蜂呢。
给你带上小蜜蜂去吗？嗯。哎呀，啥都是。哎。不要了，把玩具塞在里面。笑笑。东西都拿出来了，哎呀，不要啃那个啦，把那瓶子都啃烂了。跳个舞吧，后面后面，笑笑。你看我家的这都被他拽掉了，衣服滴的那里衣服都摔下来了，自己喝啊，抱着喝。哎，你的那个上了，还啊，你喝你喝，自己会喝茶了，拿高一点，亮了吗？有点亮了，喝不住了，他的那个粑粑热放哪里去了？你尿不湿湿了吧，小小，坐着他，坐着，坐着，你看自己会把尿不湿拽了，你看，湿了是吧？湿了给妈妈，呦呦呦。湿了，全尿尿湿，湿了是不是？自己会拽掉了，你看，他尿湿了，自己会拽掉。使劲，加油！全尿了，他不让你看嘞。嗯，不叫妈看嘞，害羞了嘞。嗯，还害羞了嘞。害羞了，你看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不行，知道了，坐了，坐了。坐下，坐下，妈再给你换新的，不愿意喘了。哎呀，咋了？尿不湿一尿湿了，他就不舒服，自己会拽掉。尿湿了不舒服就自己拽掉了。嗯，扔掉吧，不要了，咋？咋的？还准备尝尝是？啊？哎呦哎呀！来来来，笑笑，爸爸也给爸爸放嘴里来。好的，嗯嗯嗯，哎，让我吃，我不吃，你吃，还让我吃呢，然后还怪精的，你看，叫他爸爸吃，我教他放嘴里尝一尝，他给你，让我吃，去你吃，去给爸爸去，那、你爸爸吃吧你，啊嗯，那个吃那个嘛，吃那个呀，啊。啊、哦，你看那里面有水，渴了没有？喝水吗？啊、来舔一舔，来看这个，就这样，摸摸摸，来你试试，摸摸摸，哎，你尝尝来，你尝尝，哎，你尝那个，你手里不是有吗？啊，那你尝尝啊，那你尝一尝嘛。嗯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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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尝一尝啊。他聪明，他怎么学的呀？啊，你尝一尝。你还真哎，爸爸叫爸爸尝，让爸爸尝一尝，让爸爸尝一尝嘛。
汤。尝一尝。不吃了，你尝尝。嗯嗯，那不吃。来，尝尝尝。给爸爸吃。尝一尝吧。嗯哼，尝一尝嘛。哭起来，你吃吧，你吃吧，你吃吧，快点去，就给爸爸，给爸爸吃。还有几步距离了？啊，快点，过来，去，行行，快点。还有几步距离，过来，走过来，我就吃掉它。过来，过来。捡起妈妈吃，捡妈妈吃。你没走过来吧？你摔倒了。那么好玩，又起来了。哇，这才十一个月就能走好几步了，你看。嗯。哟，自己会吃东西了。